现在唯一能解放上限的只有我的骚鸟腿，哎、欸，不是骚鸟，黑狼鸟腿。对啊，那个黄的和红的都差不多可以解放，白的就不行。哇，防御力加很多哎、欸，智力还是被造无啦。我这次突破，你别紧张。看说要打的是你，唧唧歪歪的也是你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来了。不要那么苛刻嘛，多一个白梗的这么苛刻。啊。我忘记带那个。对，我要再解毒哎、欸，我也忘了。超毒。解杀小毒，我来。啊，你来。好，你来。我自己补。哇，刚才三个分成。干，不要再提补的了好吗？我来。我说汉方。我来妹。广域化是什么？所以广域化是什么？就是广域化。我要跳 game。我要跳了，不想玩了。我帮你们吃生命保险，不要紧张。可，我人真好。那就不枉费我拿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在那个啦，上面啊，去哪里？不是左转，左转。靠呀，我被丢包在左边，喝什么冷饮啦？在偏左边是不是？对啦，对哦、跟那些农家啦。这边有痕迹啊、哦，这边有两个痕迹。耶，痕迹耶。我还有一个左牙印在前，抓痕。你说两个痕迹在哪？一个在刚才那个，一个在前。好，不要动。解杀回来、啊。哪有？我只看到一个、欸。前面呢、啊？我在前面呢、啊，路过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说在刚刚那个痕迹的前面。他是说我说一个在刚刚那里啊，一个在前面。好了，走吧。决定还是喝一瓶冷饮，我好冷、啊。我都失真了啦。你要重开，要整个重开。电脑吗？那我们这是掉帧失真都重开机就好了。反正就是反正在你重开那个。因为后台的东西就要分两次啊！啊你有在开台就真的很麻烦、啊。对啊，上吧。欸，已经上了吗？那一次可以帮我，你们先上。好，上。我想这边没有石头哦。有任务。那一次交给你了、欸。对，没有石头、啊。有啦，有那一次那个。有石头了。是也有我啦，只是。来，经典的招式。先开等一下，我是被落石砸死的。我操！啊看我的毒！喂，那个落一只落。我只是无辜的。穿个转身衣或什么再上，不然一直被甩下来，不要省，拜托。我在穿了，我已经要准备上它。哎、欸，那个抓不到。哎、欸，抓不到！啊！吸了！哎、欸，江，不用撒啦，紧急的时候再撒，就是我有在补。来了，你要下去了，头有软吗？有软了，我软了，感谢啦。用一个辅助武器，我也是很尽责的。哇，这超吵！那今天下午打金火龙，发现金火龙好打超多。欸、萤火龙啊 ，sorry。我想说，这是很好打，是不是？这是很好打。好帅哟、哦，萤火龙！哎、欸，这种。不用转了。有下来，这不就是我说错的东西？好，起到了。咪咪。Oh.
什么啦？好，起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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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要污染，我至少玩了两次啊。怕你无聊啊？你没有去碰过，只有对你更好的哦吼！发现我穿隐身衣装再补就好了哈、哦。可以啊，大家去换掉。啊，你们被烧到就不用滚了、啊，我来吃啊。然后打你要打消、啊？没有啊，我就带着啊。为了冰原带着打消啊。哎，就没有离开过了。我现在也是都带着，我除了解毒药以外，什么都带。S 不用怕，可以撞了，他有大招了，是蓄能完毕的。我撞吗？可以。有啦，过头喽，转化尾巴。我没石头，我也没有。应该都没了啦。看看地板有没有？好、啊。没有，没有地板没有。啊，太红了，不用了。现金流开始。哇、哦，好卡。我不能大，我不能有大幅度的动作，天啊！哇，刚子往上喷！他会对空啊！我知道，我好像之前也被火龙这样子打过一次，不是吗？好，等一下，我被甩出去了。哦，所以你们昨天打，你也是带散弹打吗？还是带充能补，设计啊，帮他们运啊。哦。主要说输出，这是对那个慢慢来输出。哎，掉动物真的烦。就不要在这打、啊。我帮陷阱帮我暖一下头。我这个只卡。有暖到吗？快打！哦，超级烧，超级烧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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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帮你吃住。
错啊。还可以撞，有石头吗？我在找机会爬他。大招来啦！新姑剩一个了。可以吗？欸，为什么石头被金星打住了？哇，好烫！天，好烫！可以吗？可以吧，出去。没有。不行，抱歉。啊，对不起。这好像差了又多点。我的装甲技巧越来越差了。啊！下来谁啦？啊，怎么了？断尾啦！太夸张了，好爽哦！没石头了，好不玩了。黄眼哦，嗯，你加油，换我来，我抽个十一张，我应该可以，可以上。哦，鸡头撞死，不，干嘛噗噗？哎，也看不到啦，啊。抱歉，我真的是看不到，我也没看到，我看心跳还很亢奋啊。秘籍，叮，好扯，吃火龙天灵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天灵有声音啊！我们昨天打的时候，说他挖到天灵就没有声音。人人找，突然想一下，你叫你是谁？害人的。好像是猎魂吗？他昨天还说天吃货的天域没有钉啊？怎么可能会没有？哦，我跟他说，你确定你的天灵跟我的天灵是不一同的东西吗 ？HTT， 哎，你有发现我今天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，靠腰啊！
哎，有了，吃火。两个天灵，太棒了。哦，火龙的黄翼哦，原来黄翼是打这个哦。昨天还讲说是谁派你来的。黄翼，谁派来的？然后骂讲完之后，哦，好老哦，真的很老啊，那东西。我记得是我高中吧，不止哦，十六有了哦。对啊，大概是我国小国中的东西。对，我国中的东西的。真的很扯，那个好像是台湾自己做的哈，《黄翼群侠传》online 游戏拍的，好像是台湾自己做的线上游戏。早期真的很喜欢做一些武侠游戏，啊，武侠游戏我都不玩，《黄翼》是什么线上游戏？我听不懂，没关系，武侠剧很多啊，那个不是年轻人该了解的东西，有人在装死。装死！我去，！Oh my god！ 有没有踩到雌火龙啊、萤火龙啊、金火龙啊？我晚点要去踩萤火龙之机了。哦，你是去红杰星那边踩的？我派小猫踩，都交给小猫了。小猫万岁！像我的金火龙也是小猫采出来的啊。现在小猫会采调查很调查那个包，一直都会啊。会吗？对啊，我很多主角靠他们采的、欸。我都之前猫咪很棒。会啊，你小猫探险队出去采那些都是他的主机，你也不是有时候调查人物会蹦出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倒是都没有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你们打完了。怎么了？啊、要换你的了吗？是的。缤纷炫彩，来吧。啊！哦，我才刚打完哎。还是讲讲你要打什么？我有点想打角龙。打。打。你是要打去？要多出一个人来刷缤纷色彩。不是，黑角龙。应该是调查就好了。他是要那个钢角，要破角会掉的。啊！破角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是的，没问题，稳的，他起不来，稳的，一把重如散弹，扩斩到他。来来来，麻痹 KO 锤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角龙是角龙。我有角龙。好好好，就两个人。好吧。哎、欸，我有三金两银的。哦，跟我一样。好，那就接你的。啊。都已经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先不要冲动，好不好？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冲动是魔鬼嘛。魔鬼是冲动，看看我的、哦、是的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嗯，我也输了，我只剩下四指的角龙。四指的还不打、啊？四指，那当然是打你的、啊。等魔物哎、欸。哦，还有角龙、啊。没事啊，蛮恶龙啊，普通蛮恶龙跟一只力战角龙、啊。可以打、啊，听起来还蛮好的。哦，蛮恶我也要打。对，还好。好啊，那等一下接。好诶、欸。天气预报。承接任务，参加任务。其实我好像还有其他装备还没有放到我的愿望清单，不过就算了。那个要怎么放啊？三角形。左键。没有，你要去看，你要自己去看，它下面会有显示，我们不一定左键。它下面会有写。对啊。我看一下。这个翻译机速度很快。L 二空白键。OK。R 二 C 或 Ctrl。那 R 三呢 ？R 三是什么？你们 R 三是什么？就压蘑菇按一下。压蘑菇头就是我们的 F 一二三四啊。哦。你们那个蘑菇头压下去，不就是那调和有的没的吗？吃东西的。不是，锁定。压下去是。锁定就是 Q 啊。接下来我的任务吗？我们是蘑菇头压下去是锁定啊。我们是 L 1加蘑菇头的方向才是快捷键哦。排序。哎，对不起，我那角龙是两个人，两次力竭。哇。对，下午的时候还好，我记得我好像说这个不该删掉的，因为有一个四人的被我删掉。是阿健。我看到了。嗯。
哦，我们现在键盘超多的 ，Q W E R A A S D X C B 都有。我缺明波龙的上皮呀、啊。嗯，我有明波龙啊。我也有明波龙。我也有明波龙。那只我只有打两次。又是等你一个哎、欸。OK， 那、啊、你们是不会跟我通知一下？我真要说。我还在看我要做哪把武器。灭尽龙。他等级也要到啊，你洗的。恐暴龙。就像你开调查给我，你又不开。灭尽要一百啊。对啊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哎呀。开怼。像刚刚那样开调查给我。直接开怼了吗？然后呢？看你进不来。来怼啊。好啊。怼是什么？打。哦、对，也不是台语哦。我记得他好像是台撞啦，撞啊！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哒哒哒哒哒。起飞啊！他踏头呢？头在前面。哦，没有软化，我来再把它软化。哎呀！啊，就可以帮我融化的。一对对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哎、可以再中一次的。哎，抱歉抱歉。你们可以直接撞，没关系，不用理我。没有啊，有人在干要软化啊。我不想骑上去。我来。我在打了哈。麻了。哎呦。你是把麻锤啊？我就打残爪跟这只会带啊，已经爆完了。对啊，跟背甲跟尾巴。哎，他那个钢脚的素材还 shining shining 的感觉很难掉。哦，哇，还酸，酸爽嘞！看起来还没。是骂吗？怎么还不骂？哎呦，好卡！这甲也爆了。今天忘了去添购鸡排。添购鸡排。好饿。我只有甜的可以吃。那你可以在上面撒盐巴。Oreo 上面撒盐巴好像也是。玩酱油啊，沾酱油啊，泡一泡酱油。泡一泡酱油。泡一泡。转一转。泡一泡。甜一甜，泡一泡。
噔噔噔噔，来个阿姆娜啦！快撞！他跑了啊！没，啊，生气了。他在上面吧？哦，等等，我想他们怎么飞走了？不是是，免费补血，又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嗯。哎、欸，快死了！啊，快死了！嗯，抓不？呀、yeah. ！啊，不要乱钻啊！哎、欸，啊，你们那个谁？我忘记，哦，好卡。谁？我好卡。不是，我说，你说啊，那个谁是哦。那个谁，靠，失忆了，节操啦！你散弹的装备是已经算确定的吗？目前不确定。不确定哦。他不是还有一个 P A？ 因为我看你那时候贴给我的是还在金阳装备、欸。啊？你那时候贴给我的啊？你要看上面，它下面是 P C 版的，以前的 P C 版。嗯？你看到的是下面的 P C 版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打开直接看。没有坚固的弯曲角，坚固的弯坚固，贯穿大地的钢甲，那是初期配置啊。初期配置，可是那个都是上位装哎、欸。对啊，那我往下看啊。可是我往下看都没看到啊，都是看到一大堆。还有个初期配置什么？嗯，雷二啊，雷二头啊，麒麟虎啊。你声音好小。嗯，他说什么雷二头麒麟麒麟？我知道，只是我怕我再听下去会越来越痛苦。雷二头麒麟兄，有王手还好吧？为什么你们听到声音很大吗？普通没有很大，普通小，就是、没有就是中等的。很专心听。然后脚应该是黑狼吧？对啊，黑狼鸟的。那腰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腰是那个尾王的腰。尾王腰。那我其实我都做出来了。是啊，可是我的胸做成了是做成贝塔了，就是他要阿法的。继续我的吗？可，所以我到时候还是改自己的一套。哦，怕痛呢？怕痛心的一起出了。
又错了、啊。对啊，把他通知，谢谢。我现在是用多兵头。你现在讲没有用。好。你不然就直接拍一套，你已经弄好的，好在这边。因为我发现他下面的毕业抛装桌子需求很高、啊、嗯，超级高的那一种。但是我这把打出来伤就很不错了。我现在也改的跟节奏差不多了，可是还是好几件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对啊，他的是利刃的，我的不是。我没有用利刃了。啊？不是说利刃？把利刃拔了。哦。我想说，你不是说你利刃会多一把伤害几率性？嗯，我到时候还是拔了。算了，还是想要多几把，现在感觉像比较好。因为除非你要我的利刃有时候很飞啊，所以说要买要迅猛的真解约，否则我真的是不想要这样。现在干脆说散弹不需要解约的意思，因为很多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这有两个讲法啊，我可以真的是可以射到爽啊，但是很因为散弹你装填的时间大概就只有一秒而已啊，其实还好，我这套比较。因为以前需要那节约，是因为扩散的那个，我因为说不定会节约到一两个吧，就算赚了。好，这边有用的攻击四啊，请进，请进。对、啊，用弹丸中化，我没有在用弹花中化。没有，就是我刚刚去打那个单刷东西带的，不然通常很多人我不会用中化，中化好有点麻烦。哎，他进来了，开了吗？你开了。是的。哦。我通常是不会中化了、啊。